大家好，我是 Frank Lu 团队的 Avatar Daphne， 欢迎来到 Frank Lu 人工智能工具箱分享频道。今天我们主要来认识这三个人工智能工具 ：Class Dojo、Clean Voice AI、ClickUp。Class Dojo 是一个通信应用程序，旨在为教师、家长和学生在学校和家庭中分享重要的学习时刻。它是一个全球社区，拥有来自180多个国家的超过5000万名教师和家庭。该应用程序允许教师以安全和及时的方式鼓励学生分享照片和视频，发布公告和向家长发送消息。家长可以查看他们孩子的更新，从学校流式传输照片和视频，并与教师沟通。 Class Dojo 的一些主要特点包括鼓励积极的课堂文化，教师可以使用 Class Dojo 鼓励学生并与家长沟通，帮助建立积极的课堂环境。分享学习时刻，教师可以与家长分享照片、视频和公告，让他们了解孩子在课堂上的体验。及时通讯，教师和家长可以安全和及时地互相发送消息，促进沟通和协作。支持社交情感学习，Class Dojo 提供积分和大点子，帮助教师和家庭合作，支持学生的社交情感学习。Class Dojo 可在各种设备上免费使用，包括 iPhone、iPad、Android 设备、平板电脑、手机、电脑和智能白板。Clean Voice AI 是一款人工智能工具，旨在通过去除填充声音、口吃、口腔声音和背景噪音等方式来提高音频录制的质量。它可用于各种用途，如播客编辑、会议记录和转录准备。该工具支持多种语言，包括英语、法语和德语，并可以识别不同的口音，如澳大利亚和英国口音。Clean Voice AI 提供30分钟的免费试用，无需信用卡。它的一些主要功能包括填充词去除器，自动检测和去除填充词，帮助保持演讲简洁和专业。口吃去除器，识别并从音频录制中去除口吃痕迹。静音去除器，缩短长时间的静音以保持听众的参与度。口腔声音去除器，检测并去除嘴唇咂嘴和其他与口腔有关的声音。背景噪音去除器，减少不必要的背景噪音，如咖啡厅噪音、交通声和白噪声，以提高整体音频质量。集成，与各种编辑软件和平台配合使用，以简化编辑过程。ClickUp 是一款提供广泛功能的生产力和项目管理应用程序，旨在帮助团队更高效的协作和管理工作。一些 ClickUp 的关键功能包括层次结构， ClickUp 独特的层次结构帮助用户创建与其需求相适应的完美结构。ClickUp 的每个层次都为用户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控制，以组织从小团队到企业公司的所有内容。诠释图， ClickUp 的诠释图使用户可以轻松找到他们正在寻找的任何内容，无论它在层次结构的哪个位置。秒看图上可显示组织每个层次上的所有任务，可以进行过滤、排序和保存，以满足任何需求。空间、文件夹和列表，用户可以将团队和部门组织到空间中，将大型项目或倡议分组到文件夹中，并将任务拆分为列表，以清晰地显示其所有工作的视觉层次结构。电子邮件集成，用户可以在 ClickUp 内直接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，从电子邮件中创建和自动化任务，与团队协作处理消息，并在相关工作旁边管理电子邮件。文档，用户可以使用 ClickUp 文档共同协作产品创意，记录错误或记录会议纪要。他们可以与他人实时编辑，添加丰富的编辑功能等。ClickUp 可在移动设备、桌面和语音助手上使用，并可以作为 Chrome 扩展程序或电子邮件添加。该应用提供一系列定价计划，包括免费计划和带有附加功能的付费计划。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三个人工智能工具的主要功能。1. Class Dojo， 一个旨在帮助教师、
家长和学生在学校和家庭中分享重要学习时刻的通信应用程序。二 ,Clean Voice AI, 一款可以通过去除背景噪声、填充音、结巴音和口型音等方式来提高音频质量的人工智能音频编辑工具。三 ,ClickUp, 一款提供广泛功能的生产力和项目管理应用程序。谢谢您的时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